抓紧时间睡一会儿，下午还要送你上学呢。妈妈妈妈妈，走上学去。啊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啊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有人。几点了你还看手机啊？你今天不上班吗你？今天在我家的门前有一堆肉饼。Are you ready？
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你脚暖，你帮我暖脚呗。我忘也不能忘。Thank you every day, every day. 你别笑。